是我的小鹿，懂了什么就找到我家住。我有一件事要在心里很久。神真是人与人之间的爱慕哦。我可是全力奉献为主做工啊，这账对不上。你怎么这么糊涂？现在我们听到主再来的消息了，可为什么不寻求考察，还盲目的拒绝定罪呢？这会失去主的救恩啊！一次得救，永远得救。神不会，也不需要再重复做什么拯救人的工作。得救与蒙拯救，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，两者之间有着实质上的区别。我们要想达到彻底蒙神拯救，就得顺服跟随神的做工。我太瞎眼，太顽固了，盲目的定罪、亵渎，这就应验了圣经启示录上说的：“我是要有荣耀的福音传扬在地上的人”，指的就是这个道。神这次就是来做彻底赎罪的工作。